同埋咧就六三嗰只一铺到位嚟噶。好啦，接近对面直路头啦，前面放啊嘛，就系冠宝区嚟嘅。跟住喺第二位就黄忍福星啦，开心涌区霸到内栏第三啊。第四位咧仲系勇冠王子啊。第五位嘅马咧就加非凡啦。再后边有齐上班、粉红晏昼、威威斗士、粉红三尾五劲叻仔啊。尾四白三白帽驾驶奇巴，尾三红三红帽就红海劲啊。殿后一队永胜金区六三嗰匹外边暂时殿后系一铺到位嚟噶。去到对面直路尾接近呢个六百咯，冠宝区咁啊仲系占先嘅，外边就黄忍福星啦，跟住个第三位嘅马内栏咧蓝心就开心涌区啊，勇冠王子就第四，第五位嘅马有加非凡啦，粉红眼罩浅蓝三嗰只咧就威威斗士啊慢慢上啲啦，驾驶奇巴亦都推进啦，等入边红海劲啊急褪啊齐上班掟出去大外档啊劲叻仔啊，好啦正进入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马咧就系黄忍福星啊，响外边加非凡追跟上嚟啦，悬栏上有开心涌区啊，最出嗰边仲系只威威斗士啊，最后百零米开心涌区喺埋边已经系喘咗上嚟，中间位置咧有黄忍福星，最出威威斗士入边红海劲接近终点第一名，开心涌区赢啊，跑第二名咧入边喘上嚟系红海劲啊，外边追仲系只威威斗士，第四名嘅话应该系黄忍福星啊。結果今場賽事頭段霸到嘅靚位啊，開心湧區都打開勝利之門啦。紅海勁跑第二，第三名外邊係威威鬥士。至於第四名嘅馬，應該係黃忍福星嘅機會似乎高啲，同只加菲凡都叫做有得影相。